男，36岁，车祸死亡。他生前签署过遗体捐赠协议，他和师大伟的各项指标都是吻合的，但是遗体受损太大，手术起来很困难。那师大伟怎么样？他在上海呢，你随时可以去手术。刘科已经向咱们医院提出申请，让你立刻去上海。赶紧帮我查机票。关机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能回来，我们都特别开心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抓紧时间摘取心脏，务必在6小时之内送到上海。明白。等手术结束之后，北京飞上海只剩下亚新航空的 AX2077。不过机场会启动器官运输的绿色通道，配合我们航路支持。随时跟机场保持沟通。机长，检查完毕。两栋拐拐特殊情况，两栋拐拐特殊情况。本次航班将有两名乘客运送移植器官至上海。运送移植器官。两栋拐拐收到。关注心脏保护液，我们要尽量多留一些血管，这样在给受体做手术的时候，吻合可以多一些空间。好的。冷藏箱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丁娜，你太厉害了，提前了10分钟。这手术还有很多环节，快抓紧时间去机场。你看拿好吧，路上一定小心啊。赵导。徐医生，徐医生，大夫。我希望我丈夫的心脏能继续跳动，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，虽然他看不见他爸爸，但是我希望他能听见爸爸的心跳。请放心，我一定完成您的心愿，更要感谢您丈夫的无私捐赠。拜托了，大夫，我走了。刚才接到通知，本次航班将运送移植器官去上海，医生在赶来的路上，我们呢按照预案做准备，记住一定要安抚好乘客的情绪，做好配合，全力以赴。收到，谢谢机长。欢迎乘坐亚新航空，李先生您请。你好李先生，您请。李先生需要喝点什么吗？不需要。不打扰您了。你好，小姐，您请。徐生，你看。那边已经开始登机了，这导航显示还要堵45分钟，这肯定来不及了。过了几倍时间了，哪有几倍啊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两位乘客没有登机。嗯，具体时间会听塔台调度，请您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亚新两栋拐拐，天派角。两栋拐拐回答。医生遇到堵车，无法按时抵达机场，推迟半个小时起飞，等待心脏器官。两栋拐拐收到。各位旅客晚上好，我是本次航班机长。由于本次航班负责运送移植器官到上海，医护人员暂时无法准时到达机场。不能再等了，想别的办法。徐生，你去哪儿啊？三日。很快，很快，很快的。运送器官，不是这一趟飞机赶不上，就让他们坐下一趟吧。是这样的，李先生，因为这是飞上海的最后一趟航班。我体谅你们，但是你们能不能也体谅体谅我？我岳母在做手术，
我要回不去，我媳妇跟我离婚，你们负得了这责任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但是我们飞机很快就会起飞了，您放心。不是我放不放心，我现在就要求你们马上起飞。到几点才能起飞啊？你就给个准备的时间可以吗？谢谢您啊，没事没事。我去看看。我一年飞亚新航空多少班，你知道吗？机长，怎么了？啊，王灿正在跟他解释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是非常抱歉，李先生。你抱歉有什么用啊？我着急走。机长，李先生你好，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关雨晴。是这样的，现在上海那边的医院呢，已经做好了手术准备，就在等这颗心脏。如果我们现在起飞，患者将失去生存的机会。我想，这也不是你想看到的吧？刚了解到您的情况，您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得到您的支持。啊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代表公司给您的太太打电话解释，我相信一定能够得到她的谅解。你给我太太打电话？嗯，那我就没太太了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你也别说那么多了，我自认倒霉行了吧？啊，非常谢谢支持和理解。什么事儿啊，这叫？请大家耐心等待。你们好，燕西医院的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徐医生，这边请。各位各位，抱歉耽误了大家的时间，飞机准备起飞了，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。亚星两栋拐管，上海区调雷达已识别。亚星两栋拐管。航空气象警报，华南方向有强风，雷雨前锋提前到达上海。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将于22点关闭，请报告你的意图。亚星两栋拐管，申请备降南京，4两下3900，请您指挥。收到。各位乘客，由于雷雨天气影响，上海虹桥、浦东机场临时关闭，本次航班将预计备降南京。降落南京，从南京再转到上海，这根本来不及完成手术啊！徐医生，飞机正在颠簸，请您回到座位上。对不起，我要跟你机长通话。这不符合规定，请您回去。飞机如果落到南京，我再转到去上海，这手术根本完成不了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拜托你了。你稍等一下。喂，机长，医生想要跟你通个话。把电话给他。机长你好。大夫你好，请说。上海的这位患者等这颗心脏已经等了2年了，如果你现在把飞机落到南京，我再转到去上海，根本完不成这台手术，而且这位患者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们也不想降落南京，可是上海机场22点关闭，就算飞到了上海，空中管制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。机长，这颗心脏的捐献者，他原本今天是带着他太太去做产检的，路上发生了车祸，他为了保护妻子和未出生的宝宝，不幸遇难了。这一颗心脏是两个家庭的期待，机长，真的拜托你了。这位乘客，请您回到座位上，给我点时间。嗯，谢谢。医生，请您先坐回去。谢谢。系好安全带。机长，我已为备降南京做好准备，听你指挥。
等一下，原地盘旋。好。病人的血压和血氧都在快速下降，病人快支撑不住了。心脏为什么还不动？主任，和机场联系过了，因为天气原因，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都关闭了，飞机不能降落。小白，我要备降无锡。什么？无锡？上海，两栋拐拐，申请备降无锡。上海收到，北雨前锋即将抵达上海，无锡机场也即将关闭，你只有半个小时。两栋拐拐，确定要备降无锡吗？是的，两栋拐拐决定备降无锡，申请大速度进场。大速度进场。医生，请您第一个下飞机，机组已经安排了特殊通道，祝你们手术成功。谢谢。这儿，徐医生，这是机长给你准备的救援直升机。公司那边怎么说啊？说那人一下飞机就投诉，说什么我违背他的意愿，不让他第一个下飞机，然后说什么航班延误导致他一堆麻烦事儿，说不仅要赔偿，还要处分你们。师傅，公司刚刚来通知了，让我们雷雨停职后明天立刻返航。
好像是你备降无锡这事儿，公司态度挺严厉的。雨晴，要不咱们找领导说说情吧。我是机长，我做的决定我负责。领导那边确实要说一说，躲是躲不过的。好了，别愁眉苦脸的，市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今天晚上我们住上海，好久没有吃小羊生煎了，走吧，我请客。关二爷就是关二爷，什么大事都得自己扛。走吧，走。回头帮我把这段视频发给那个心脏供体的家属。啊，这算是对那位妻子和未出生的宝宝最好的交代了。明白。徐医生，太感谢你了。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徐医生，我们现在想起来还后怕，幸亏你们是乘坐直升飞机提前到达，要不然这位患者就彻底没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落地之前病人就已经快不行了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我们的航班准时到上海，也不一定能赶上手术，对吗？不是不一定，是肯定赶不上。